躲起来，还不给我看，真的是。哎呀，今天的温度有点高啊，这都7点多钟，啊，这么大太阳，不嫌急哈。今天尿哥不在呀、尿哥带着他媳妇去产检了，估计快生了。机位好了，土豆妹带着我儿子来了。你看，这么野，你们来干嘛？看看你们的鸡，看你们的鸭。你们来干嘛？来干嘛？萌萌，热不热？不是啊，晒死不死你。走，下去坐，下去坐，坐，坐一坐，降降温，这天气太热了。我干黑妹，走。你本来就白，穿白衣服，我搞得我这个显得看得清我的眼吗，兄弟们？他偷了我俩桃下来了啊！这都几块钱一斤呢，街上卖的。这个可以多少一斤？这个可以吃，这个最好的这个，吃吧。精品，这个人。我拿笼子给你们吃。还有好吃的呀？萌萌，赶紧，你爸爸这还有好吃的，赶紧去。他居然还有好吃的！妈妈，爸爸还是有冰棒，还有冰棒啊！爸，有。给妈妈吃，妈妈喜欢这个味道。我不吃巧克力的，我不吃。10块钱一根的木龙啊，大哥。对啊。不吃。我们俩吃一根吧。不吃算了，不吃我自己吃。这三代标志儿子是女儿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大不了生个儿子，把彩礼退给你呗。生儿子给出彩礼啊？哇的！现在问他吃这么好的雪糕给黑妹。对，我也给黑妹吃。不许给，我爸就一点点给他尝一下先，浪费，别浪费，知道吧？挨住！呸！没搞笑。吃吧，黑妹好乖的，其实。你又在厕所贡献呀？啊？你又在往厕所贡献呀、进来吧，好热。我才不进去呢，把一天拉几次？我也感觉你应该叫屎哥。媳妇来了哈，没啥送的，啊，送点蔬菜还是有的啊，点辣椒，我们蔬菜现在炖的好不好？相当 OK。嗯，相当 OK 的。OK 吧 ？OK。你不能摘哈。哎，我上次摘的哪一颗？你这不能摘。你摘的屁股后面这一颗哈。不挡了。是没辣椒了，上面。哎，上次那个孕妇啊，摘这颗辣椒，之后就没长过了，真的。这个是上次剩下的，不是长出来的啊，就没挂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你看，真的，有时候这个孕妇不能摘果树摘的菜，是有道理的。你看，就两个，这个还是上次剩下的，我跟你讲，基本上就没了。啊。这水有毒哈，以后不能摘啊，摘不到东西，听见没？不摘了，就不摘。摘了就不长。哎呀，我们做的茄子啊，可以的，可以吃了哈。上次摘了一批，啊，摘两个上次，今天稍微多一点。只要这蔬菜挂果了，哎呀，你就吃不赢的。哎，它长得好快的，一下就大，一下就大了。这个好大，这个能炒一盘。这个炒不了一盘。炒得了。这个菜老了，感觉其实会缩水的。最里面还有一个。够得着吗？你看，赶紧摘，不然什么老了。你看我们西红柿，结满了。过段时间可以实现西红柿炒蛋自由了。嗯。西红柿有了，蛋也有了哈。对。天天西红柿炒蛋。对。啊，这葱也有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我厉不厉害？厉害，好厉害！厉害啊！好崇拜你哦！这是豆角啊？这不豆角吗？这不都老了？人吃，种了12颗苗，活了一颗，我也不够一碗。你看，老了，不吃了，都空了。这黄瓜不能太老，太老就不好吃。对的。差不多就摘，是吧？嗯，这最嫩的，走回家。